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。没有办法攻击，这是什么 bug？ 算了，我逃。大夏特雷，沉重高大的方塔为其特色。这个监狱城是一座堡垒，又来了。位于城市的心脏市政厅广场，它有着特别不及的声誉。这要是孜孜不倦的胖子路易六世建设的，想要借此捍卫大邦桥，现由兑换桥取代。它设置在当时一个特别肮脏的区域中间，它也是巴黎市长或宪兵司令的办公处。基本上谁统治城市都会在此与副官和48位顾问办公。虽然巴士底监狱在短短几个星期就被疯狂拆除，然而正义在这大夏雷特墙内总是迅速得到伸张，并持续恐怖统治的时期。而后其中的囚犯在9月大屠杀期间成了牺牲品，最后想要把他夷为平地的拿破仑也被监禁于此。那是小男人情节，总是想要把一切事物弄得跟他们一样高。在监禁的著名囚犯在法兰斯瓦维勇、克莱门特、马洛特、投毒人安托万、法兰斯瓦德吕斯，还有在1790年被吊死的法瓦拉侯爵，因为他法国有停尸间这个字的存在。这个字原先在15世纪原意是脸，动词形态则是注视。大夏特雷的狱卒轻描地注视着他的受害者们，如此要是他们逃跑时可以认出他们的脸。这个字停尸间也用来形容牢房就是了。听起来很像我在英国公立学校体系时的糟糕日子，不过那里没有那么多随机暴力就是了。没有办法打，奇怪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跑去哪里了。没事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拿个那个而已。不是啊，他跳出那个选单，这样对吗？跳出那个选单，然后把我砍死，好贱啊！我又不小心跑到新区域了。不行啊，这样子我区域越扩越大，我先回去把事情做完再说。接下来做这个好了。撞到他们，撞到他们就要被追杀了。
钥匙还我。最可怕的是他们居然还会记仇。偷走那封可以保护二党免受法律约束的信件，一帮暴力的帮派正在西提岛的坟场进行坟场里大肆搜掠，让保尔马拉签的一封信可以保护他们不会被逮捕。偷走那封信，我觉得我可能沿路要找商店补一下我的烟雾弹。做得好。等一下，开始了，开战了。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。很空旷的地方，没有什么下手的点。哦，他是哪一个？他居然开始跑，那不是正好？这是你吗？还想要开枪？啊，你自己要离开这么多人保护你的地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笨贼！再来，使用顶上人头，帮我做这个好了。不过刺客的感觉要做一段时间，今天可能做不完了。既然都来了，就顺便找好了。就想找我麻烦，欠人仔。为了避免撞到士兵，只好撞平民了。
哎，别啊！这两个慢的。又是三个锁的。上面那个会不会比较简单？再上去，这里有这个比较简单。有货，我是 Madame Tussaud， 我是 adept at making wax figures and death masks。 这个人我们在报纸看过他。 I promised the assembly I would make masks of famous victims of the guillotine. It's grisly, but it was the only way to get out of prison.And now someone has stolen the heads I was given. Could you please find them for me? You're in shock. 原姓格劳舒兹的玛丽·杜珊出生于史特拉斯堡，她最为人著称的便是在伦敦的蜡像馆。感谢老天，她改了姓。我很怀疑他有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排队参观格劳子夫人的蜡像馆。他也没有叫格劳子啊。他在菲利哥德斯博士那担任管家时学会了如何制作蜡像。菲利哥德斯是一名医学家、物理学家和解剖学家，他利用蜡像制成的头颅与内脏来教授课程。我希望他们上的是解剖课，因为如果有什么数学课就把那个玩意拿出来，我想一定会有人告到管教育的 有关当局去。数学也不需要拿那些东西吧。玛丽成了他最聪明也是唯一的学生，并且和他一同来到巴黎。1776年，他们的蜡像展吸引了成群的民众，他们皆被蜡像的真实感所震撼，被几乎犹如皮肤般的触感的塑像为之颤抖。在1778年，玛丽为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个劲敌制作他的第一个蜡像，然后他接着也为班杰明·富兰克林制作了蜡像。他还受雇于路易十六，给国王的妹妹教授绘图和建筑，他也因此翻进凡尔赛宫。然而如此接近王室的举动，在王权垮台之后让他遭到了不幸。他因为同情保皇派的行为而遭逮捕，并跟尤金伯德伯阿尔内押关在一起，等着面对死亡。就在刽子手割掉他的头发、洗净他的脖子之际，他的赦免令及时赶到。他获赦的条件是要制作许多著名人物的头颅蜡像，无论是讨人厌的还是受欢迎的人物。最终，包含玛丽、安托瓦内特、拉玛和罗伯斯比尔都成了他的作品。他的师父歌德斯在1794年去世，恰好恐怖时代也终结了。
他将自己的收藏，自己所收藏的头颅都留给了玛丽，真是礼轻情意重。在1802年，他离开法国前往伦敦办展，这个热门的话题持续了20年之久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，并成立了永久的展览馆。他在睡梦中去世，享年88岁。其中，他花了54年制作蜡像。因为在过世的好几年前早已完成了自己的蜡像，所以他可以一直保持年轻，永远保持年轻，反正也是永远不会复活了。这吐槽也太……跟助手交谈，助手应该在楼上。我是不是离那助手太近了？ The judge of the Palais de Justice who condemned Jacques Hébert apparently wanted Hébert's head as a trophy. 这里还有个助手。Something you might find important. She sent me this letter. 亲爱的夫人，我已经知道有个政治家对于他打压吉隆特派的角色信心满满，而且还把最近遭窃的雅克皮耶布里索的头颅买下了。他在巴黎古监狱附近工作，你忠实的朋友。看来我有三个目标。我们又想要怎样？又想要怎样？不过是个宝箱而已，我开不了，没有要碰宝箱了。我发现一件事，如果武器速度够快，好像可以在他砍你之前砍他，他的砍就会消失。这样我是不是应该要拿单手剑会比较好一点？可是单手剑，以前刺客都是单手剑啊，单手剑单那么久了。第一次可以拿长枪，不用感觉就有点可惜。等一下，我居然要进入这个警戒区。等一下，投入也太多个了吧。有士兵。按错了，那是士兵吗？不过没关系啊，他在走远。找错袋子。
要这样的、哦。哇，这样很困扰呢。觉得我要先撤一下，外面的一直开枪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做事。哇！ Where did he go?没有挡好，就是一连串的。门口那两个是哪呢？他们会转回去吗？啊，我没有药了。身上有没有一点药？没有药，我很困扰。啊，外兵好像都也杀光了，我就走了。就还又一次弄到外兵全部被我杀光。
我怎么都没有办法偷偷的执行任务啊？难到了，那就走吧。这两个卫兵就不要理他了。然后我得找商店。这是人，刺杀吗？好吧，刺杀。encore rien vu, je crains mon ami. Un domaine qui était dans la famille depuis Hugues Capet, confisqué dans l'espace d'une, il ne respecte rien ni personne. 太好了，拿到药。信件，所以这不是头颅。雷诺特船长，我已经从我们朋友那买了两颗头颅，它被保存在巴黎古监狱的箱子里。我有能力打，我有能把打开两个箱子的钥匙。勒梅特。变成进阶学徒嘞！我今天就升了好几个阶级。哦，看到了箱子，我好像已经抓到使用 L2 进窗户的诀窍，要早一点按。好是头颅放了进这个箱子。哦，好啦，好像可以。想说那箱子有点小。对啊，这箱子有点小哎。看我的头。好啦，如果放横的，应该可以放得进去。好了，我刷的头颅都拿到了，感觉好可怕哦！在身上带三个头，什么可怕的任务啊？就我来过这里耶，我已经拿到那个我要的叫什么啊？收集品，神器的收集品。下面有个红色在跑。跑去哪？跑去哪？你要跑去哪？啊！等一下，我杀错人了。
On a tué quelqu'un ici. Vous n'avez pas le droit de vous soucier. Ah, 怎么三点啊？没有商店。You have them. I can make the death masks and be safe. Oh, what a world in which we live. 好，任务完成。